钱哇！我是巨魔哥。今天我要和我爸爸去弄鱼啊，因为下面那个水沟那个水快干了，我们去看看今天晚上钓到好多鱼。走。哇塞，这个水真的干旱了，应该很好弄鱼。快点哦，爸爸，走快点，我迫不及待喽。我没有穿水裤，所以说我下去不到。我爸爸走那儿领去网鱼去了，看那网上都好多鱼哈。哎呀，姐夫，弄到好多家哦，弄了两个小时了哟。我看了看，哦，可以嘛。哎呀，哇，还有真大个鲤鱼啊！来，来给大家看看收获啊！哇，还有大鲤鱼。两条这么大的鲤鱼，还有啥子鱼？哦，你看这么大个桥坤儿，哎呀，快点走，爸爸回去了，啊，就冲起眼，走。两大条，两条大鲤鱼。那鱼咋了？这话明天我们自己卖。可以可以。把冲击羊不要死啊！来，弄到一个公园，把你那几只给刀抬起来。大家看，这是我老汉儿今天去挖的鱼。你看，这儿有好大一条鲤鱼呀！你看他嘴巴张起，给你们问好了。明天我就拿它上街去摆摊儿哈。现在把羊冲击。他才不得没给啊。哇，上街了，没鱼喽。我是大姐姐，等你好。今天走街上去买大鲤鱼。桥壳。大桥壳。鲫鱼。快来哟、哦。